随着现在经济条件的发展，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，所以很多家庭都会选择买一辆汽车来作为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。而且现在买车还可以支出分期付款，很多经销商或 4S 店都有一定的优惠，所以买车对于人们来说也是越来越简单了。前两天一位网友问我，他买了一辆 1.5T 排量的车，前几天加了200块的油，但是只跑了200公里就提示油箱没油了，这就相当于1块钱跑1公里了，确实非常耗油。这位网友感觉他可能买了一辆假车。目前按照工信部数据， 1.5T 排量的车百公里油耗为7到8升左右，如果按照它这个油耗来算，综合现在平均油价为7.36每升，那么这辆车的百公里油耗已经达到了13.6升每百公里千米，接近超标一倍，肯定不正常。虽然平时油耗与日常的驾驶习惯和路况有很大的关系，但是结合这位车主的情况，他的平均油耗实在是高得吓人，已经不是驾驶习惯和路宽所导致的，可能是因为发动机问题，所以小编建议他前往 4S 店进行详细的咨询。我们在日常驾驶车辆的过程中，应该多注意驾驶习惯，比如不能长时间怠速，不要经常高转速、低档位等等。车辆本来就已经是消耗品，如果车主在日常行驶过程中不加以爱惜，那么就会导致车辆更早的淘汰。反之，如果你爱惜车子，车子也将更好地为你服务，能使车子在使用过程中多为我们服务几年。